所在位置呢，是来到了我们古山区的内围跳蚤市场。那我们陆战队关怀列车呢，今天来到这个内围市场呢，主要呢是要来采访一位80岁的长辈，一个爷爷哦。听说呢，他来到这个跳蚤市场呢，哇哦，可以每个礼拜六、礼拜日跟着他的媳妇来到这边哈，做生意啊，手脚敏捷哈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来访我们这一位爷爷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爷爷有什么话来跟我们讲啊。赵老爹你好。啊。赵老爹你好。听不懂。赵老爹你好。你有没有开心来到这里啊？啊。你有没有开心来到这个跳蚤市场？你有没有很开心来到这个跳蚤市场？来这做生意 啊对对对，有没有很开心来这边做生意？好一点，好一点。哎，在家里一个人寂寞。哦，在家里一个人寂寞。寂寞哎。嗯，所以来到这边跟着媳妇来这里做生意。哎。日子比较快活。比较心里开朗一点。心里开朗啊！哎、哇，在家里一个人呢，孤单呢，再一个身体不太好。嗯。比如说跟他在外头做生意。身体万一哪个是他也不晓得，跟到他有什么毛病都很忙。这个头晕呢，医生给我讲，他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单车不要骑，摩托车不要骑。他说你自己身体也好，他因为我这个头脑这个血脉啊，不当，我跟他吵了，时常头晕的，见个。我这个头他要注意啊，车子万一不要骑，医生，所以医生说车子不可以骑，然后呢不要一个人在家，对吧？我说他们10多年都没骑了，他说很危险，他万一在家里一个人是摔倒，没人晓得，家里没有人，他你媳妇儿做生意去。所以就每个礼拜六日跟着媳妇来做生意。我恨着我是，我跟他讲，我这个媳妇，我说都照顾我。媳妇对你很照顾。他说你这个媳妇不错。还好有他，把你带进带出啊，让你日子过得可快活了啊。他说你这个身体啊，腰又酸，头又晕，肾脏这个。肺炎，他早有这个肺炎呢。肺炎。他跟我讲要注意呀、他千万不要骑车子。我才差不多有十年了，没骑摩托车了。那媳妇儿对你好不好？孝不孝顺？哎。媳妇儿对你好不好？孝不孝顺？哎，媳妇儿不错。我跟你讲，我说我这个媳妇儿这，我的身体都是媳妇照顾。还要做生意，还要送小孩接小孩，还要做生意，还要照顾我。他说这给你媳妇一些出去比较好一点，一个人在家里万一有哪个呢不晓得。是这个。那赵老爹你来到这里是不是有认识很多的好朋友啊、认识很多人，你看像这个大姐，有没有这个大姐你认不认识？想一起，因为我那个儿子，头脑不要想哈，就来这里快乐，对吧？那来这边是不是认识很多好朋友？好多人都关心你，对吧？赵老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1月6号。赵老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赵章。赵章，你今年几岁？你今年几岁？今年就是八十六了，到过这个年都87了。哦，那你来台湾多久了？你来台湾多久了？我三十七年得到台湾。三十大陆是撤退得到台湾。就到台湾了。从山东作战下来。我到上海，上海都到这个，上海到湖北，湖北住院了，转到湖北，湖北又住院转到湖南长沙，
啊，湖南就哎，再加上我这个伤口好了，这个十八军在北徐州打垮了，在他们在的湖南，湖南招兵啊，到这个医院里，他说有我们大陆这个老兵啊，你们伤口好了，回不得去。现在你来台湾什么时候结婚的？54年。54年结婚，刚生了几个孩子？两个。两个。老大是六月二十八。嗯。6月28，那个老大6月28生的。啊，那这两个儿子孝不孝顺？哎、这两个儿子孝不孝顺？哎、这两个儿子啊？啊，两个儿子。哪个孝顺？第二个本来阿才是老三的，第三个、老人没有出世，没出世都死了。因为这那个小怀孕，一个邻居一个太太，不懂事，那过去没有自来水了，就是那个水缸啊装的沙头石头了，绿水，绿下来给给那个太太了，她找太太，她说帮我嘛，帮我抬那个桶。重嘛，结果他帮忙搬，结果累掉了，所以这个小孩正在死掉。送到医院的医生给我讲，他说你救大人那是救小孩子。我说医生，我说拜托你先了，那个大人小孩子追过去，他说这个不敢保险的，医生啊。结果叫我去到这个，那是卖药了，骑单车，到这个高雄，找那个西药店去买。他说去买那个药，他开刀去买那药去，那个针打下来，生不下来嘛，生不下来都送人开刀嘛。所以他问我呢，你救你老婆还是救小孩？我说拜托你。两个嘴都救，就是，结果小孩就是死了。所以这家才是、这是那个女孩子，是个女孩。是个女孩，所以现在就是两个儿子。以后又生那个阿才嘛。阿才。所以我对这个阿才太佩服，一点活得也好，都是在我心里，都是靠这个阿才。很疼阿才。老大不过他也不错，他就是讲个不好听的，是花花的男的，前三个老婆都离婚了，老大三个了，所以都把我这个钱都骗去做生意，把你的钱骗去做生意。我退伍的这一年里，这是国家给我的这个退休俸养老费，他那开始给我讲借6万块钱，我好，他把我统统的光了。这时候那个老大做的事，结果买菜没有钱呢。我太太，她也不去拿钱，买菜没有钱了，她那都到嘉义去了。太太去嘉义了。她开嘉义，她给我讲，她爸有这个学生有难了，学完骑单车了，她卖车的开车店。结果他那个朋友啊，同学啊，给他骗了，受了骗了，结果我都找的钱了，我早上我坐公车到嘉义去，我让嘉县，我这你钱说叫你6万块钱，你把我统统的，我买菜，我不要吃饭了。他老婆讲，他你有钱没？给宝宝呀。没有太多，没有钱，哪来钱呢？结果给我我的气，以后我都回来没有钱了，没办法，逼他个也没有用了。那是他生一个第一胎，结果以后我坐车，他连票都不帮买，我自己，我坐车从家里回来，他连车票都没给我买。你看这个老大可真是，所以再会就是为这个国家给我们钱，给
工钱买这个房子，哎，买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他妈的，他跟他妈妈讲，他说你跟爸爸讲，你叫爸爸拿200万，你就带到家里，跟你妈妈，他跟他妈妈一起去，我来养你。所以我都不去，他心里不高兴。他妈妈要要这个房子，他还要这个房子。我一叫到家，他就没有讲出来。我看他的意思是动脑筋的，他就动脑筋。他要拿200万到那家里要。我从前你不要我，都是你弟弟照顾，你都不照顾。我说你给我买过什么吃？就去到家里，所以他跟他妈妈讲，他妈妈个，我跟他屋睡觉嘛，睡午觉。他妈妈来了，他说你不是问王明回来了？他说不给王明家里交代的事情，你给王明讲了没有？我什么事？不是叫你问王明要200万？我说儿子就走，我说你们不管。现在你问我要钱，从啊我那个小子住院了，所以我很伤心的。我到医院去看，送医送到医院那一天呢，我说我去，我没有不要去，他你不要去，他我去好了。结果住院，我第二天我去看看他，他表示病得很严重了。我没给我讲，他的朋友啊，家些不叫你来去了，怕我心里身体不好嘛。他去怕你我烦恼，哎，更严重。他叫爸爸不要来。所以王明，我说你，我家些好了嘛？他好了，现在能吃饭了。我吃饭都好了，我吃饭自己去买呀。他说那里医院里有餐厅吗？他给他。我以前吃饭能吃，但能吃一碗稀饭。结果到时我回来一次，他就看一次，我倒去一次，每天给他头脑里想，身体越来越重。我说去看看，他说你不要去。朋友哥王明叫他不要你爸去，他亲戚也不叫你去，去怕更烦了。所以到死过以后，埋葬以后，我都不晓得了。那个老大回来，我在后边跟他种菜。老大，我问他，我家媳，我弟弟怎么样？他说他也不跟我讲话，眼睛也不睁，也不跟我讲话。说那个阿才不跟他讲话，他跟阿才讲讲，阿才不讲，眼睛闭着嘴不讲。那就死过了，所以我以前晚上都睡不着，到最后那天又来了，我说你弟怎么样了？他说你不要想了，走了，走掉了，更伤心，所以提醒一下。所以啊，还好有王敏，对吧？我。哇，大老爹，这三杯都是你的、啊，这三杯都是你的、啊，他的，都是他的。那牛比较长、啊，那这什么？早上买的牛奶。谁买的？我买的牛奶。王明买的。对，买的牛奶，每天都给他买。还有那个人参，还有灵芝、鸡精啊、拉筋啊，每天都给他喝一罐。放开掉了。哎，然后再灌一再给他加热加热。哇。难怪身体那么硬朗，我跟医生你讲，我说我很幸福，我很感谢。真的，医生也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他陪我去嘛。一个礼拜去看那个中医啊，去针灸一下，推拿一下。他问我喝大了，真幸福。哦。不简单，他没喝过呢。真的，身体硬朗啊。那边几岁啊？90岁了呢。90。那边九十。
活到300没问题的，没有问题，300多了。对啊，他那300多了，老头听很开心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公公很开心啊。对啊，好比心。活到300岁没问题的。活到120也没有问题。没有没有，300，120不要，太年轻。哇。媳妇照顾到他，把他牛奶早上不能喝冰的，所以早上牛奶都要给他加热。我每天给他买一瓶那个人参基金，然后还有灵芝那种，他要喝人参的灵芝的。不要这么想嘛，你就想说媳妇都把你伺候的好好的，开心一点。我跟医生讲，他说你不行，跟他乱想嘛。对，不要乱想嘛，别想了，要想了，想快乐的就好，来这里就快乐。你跟着我，你跟着我快乐不快乐啊？啊，快乐不快乐？你跟着我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快乐就好。对呀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啊。嗯。嗯。你就叫他，太阳不要晒。晒的时间久了，对吧？晒的光晒的晒，就不用了。叫他出来走一走，不要让你不要一直躺。明天那个太阳一下就晒，就会更晕。对，他出来运动嘛。晒久了，晒久了，没有太阳晒一下。你先给我讲，我老婆来了，给他讲。阿妈刚刚没有讲，他都要晒的。我就要晒的，你晒的又是半个小时，凉快的。嗯，所以来这里啊，就走动走动啊。这我跟你讲，这边也没阳光哈。这我跟你说，这种方案的东西，晒到最后开始去哪找住？我记得上回你跟我讲说，你最喜欢来这里，来这里时间过得真快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有那么多好朋友，对吧？然后媳妇儿呢，每天给你买那么多好吃的，这边的朋友都买好吃的给你吃。对啊，现在想过来想家的事情，想我母亲对我，是不是？13岁我都离开家了。哦，你想家乡？想老家。嗯，那四川的。河南的。河南哪里？那你妈妈那边。家乡一个人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没事了，好了，没事了。没事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，请过来。我们的摊子有多大？来看看，对不对？那你上电视来。人家都没有90岁，连90岁呢，再活就300岁的都有光，是吧？每天来这里开心开心的。我们这个摊。